就是以前给我修炼功法的人。他虽然神神秘秘的，但是人特别好，以后一定要介绍给小姐认识。要是能让他来门内当客卿长老，咱们就不用受制于赵长老和福长老了。嗯，我都知道了。若是此次事有未待，妙音门上下还望大长老能予以庇佑。方清雪，你年纪轻轻便踏入神通秘境，晋升为我羽化门真传弟子，说明你仙缘深重。鱼。有自然吗？没有，过来吃鱼。你回去，鱼的主人不欢迎你。这回麻烦他。王琦太嚣张，是他侮辱主公。先前被掠脱时也罢，但方才算是彻底约束南王室阶下弟子。新阳原是没收绝技。玄天宗自号天地道统，就是这么个喜欢欺负人的道统。哼，小和尚，别管那坏人，他只不过是想借你试探一下我的剑法。可就算让他看到了我的剑法，那又如何？那么努力的唱歌跳舞，把快乐带给所有人，凭什么我要遭受这样的对待？日积月累，一天又一天，被迫牺牲自己的隐私，用那么丑陋的方式得到的东西，还要戴着违心的面具。等到他恐惧，等到他放弃，等到他像那些人一样发出哀求。终于能将你搞到手了。这是白白用手撑的。快！
我。别说区区你王墨林，迟早有我会亲自杀上妖神殿，和妖神一较高下，看看一代妖神是何等人。算想不起来自己是谁，从哪儿来，但我知道，我不会认输，也不想认输。可能我的一生，在你眼中微不足道，就算再活一次，我还是会死在病床上。但我，还想要再望一眼天空。触摸吹来的微风，呼吸青草的香气，我想要再看一看他们的笑容，再看一看那个世界。